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啊，这是明镜电视的主持人陈小平。今天这个时间的节目呢，是我跟嘉宾陈小龙博士的明镜编辑部节目啊，下午3点时间啊，正式开始。先请我们的导播将陈博士请进来。陈博士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平好。这个星期期的节目呢，我们要把这个目光啊转向美国国内的政治。本来呢，陈小龙先生呢要谈美国当下的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再加上啊拜登先生啊最新挑选这个贺锦丽作为他的副总统伙伴啊竞选人，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联系起来一块谈。好了，小龙，我想问你啊，这个拜登先生啊，转了那么一大圈啊，最终选了一个贺锦丽啊，英文叫卡马拉啊，哈里斯啊，要这么翻。那么他有个中文名字贺锦丽，所以我们今天用他贺锦丽啊。那么跟您研究的这个美国当下的这个政治正确啊是什么关系？那么这个政治正确呢？啊，又可能对美国的这次大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请你今天来解读一下。好的，总的来讲啊，我觉得这个贺锦丽被选上了以后啊，我不知道对拜登会产生什么选举效果，但我知道他对政治正确一定产生不良效果。不良效果。哎，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下面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就是首先我讲一下你刚才提到的贺锦荣这个中文名字啊。贺锦丽，贺锦丽，贺锦丽，whatever，就不管他叫中文名字叫什么，那玩意儿已经作废了。为什么呢？他是为了当初争取亚裔选民的时候找人起了个中文名字，可他自己并不用，现在而且已经不再用了，他不在任何场合再提这个名字了。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我也不承认这个名字，按照他的习惯啊，不用这个名字，我还用他的Kamala Harris。那么，他这次这个，无论是先前这个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就他们党内初选，以及现在成为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他主打的角色就是政治正确，因为对他来讲，亚裔选票不重要，他打的是三个政治正确，第一个是性别，第二是族裔，第三是打倒 Trump，这都是政治正确的三个最重要的概念。那么他本来在民主党里面呢，是参与总统候选人，是吊车尾的。你拿着笔记呢？我在演播室拿着笔记呢，好吗？好，你继续。一直是吊车尾的，所以他早早就退出了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了。那么为什么吊车尾的人反而脱颖而出呢？我觉得原因还是在于民主党还在主打政治正确，因为政治正确的标准就是，凡是民主党认为正确的旗号，就是政治正确的。那比方讲性别、族裔，还有说他的政策主张比那个 Warren 啊其他一些候选人更温和一点，当然比桑德斯也温和得多。那么相比之下呢，好像其他候选人都不如他的角色更加政治正确。拜登早前就宣布过，说是他要选择一位女性竞选搭档，理由是女性候选人可以打破男性候选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还是政治正确，但是啊，问题就来了。Kamala Harris 一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社交媒体上就开始讨论一个关于他的政治正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黑人父亲啊，在他参加这个党内初这个总统候选人初选之前，就不满意他这个女儿打着政治正确的牌。所以，他父亲曾经出来宣布，说自己的祖先呢，不是黑奴，是牙买加的奴隶主，家里有很多黑人奴隶。这样一来的话呢，卡巴拉·哈里斯的这个身份，族裔身份就政治不正确了，因为按照政治正确的概念，族裔牌其实打的是出身牌，就是说，黑人因为有些人的祖先是黑奴，所以所有黑人都有了政治正确的身份。但现在问题是，
卡拉玛不是黑奴啊，他的祖先是黑人奴隶主啊，这个正出身政治上算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就在民主党里头，不同的派有不同的说法的。比方讲，按照那个黑命贵，就是 BLM 运动的口号，他们有几个，我就举两个例子啊。他们的口号当中有一个叫做 Eat the Rich， 就是吃大户；还有一个口号叫做 Abolish Capitalism Now， 就是现在就消灭资本主义。那么，如果按照民主党内这个极端左派的口号，那么 Kamala Harris 的祖先虽然是黑人，但他既是黑人奴隶的敌人，又是靠压榨黑奴发财的大富户，他理所当然就应该是那个黑命贵运动打击的对象啊。这个运动呢，是要把美国以前几位总统的雕像都摧毁，理由是他们家用过黑奴。那这个 Kamala Harris 他的祖先呢，比这个美国那几位总统要严重的多啊，他不光是用过黑奴啊，他是靠压榨黑奴起家的，虽然他自己黑人，他也是黑人奴隶主啊。那么这个黑人奴隶主的后代是不是应该被打倒呢？因为如果是不打倒他，那是不是黑人就不支持他呢，而是应该攻击他呢？其实民主党自己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采取一个双重标准，就为了打倒 Trump， 所以宣布这个选 Kamala Harris， 他的奴隶主妇人的出生也算政治正确的。那么另一方面，为了争取黑人的选票，又承认说这个吃大户，像这样的这个黑命贵运动和打砸抢，同样也是政治正确的。那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标准。就如果民主党要是认真的正确对待，认真对待政治正确这个话语啊，而不是毫像现在这样毫无原则的任意规定政治正确的定义和使用范围，那么要是按照黑命贵运动的口号，在候选人挑选方面，你不但要先讲肤色，还得讲什么呢？讲家庭出身，还要讲阶级背景。这种思维的根源呢，美国人不一定懂，中国大陆人恐怕都熟悉吧？不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套吗？当年最早向美国开放公派出国留学的时候，都要政审的。最早来美国那批留学生都经过政审，要查阶级、查家庭出身、查三代，还要查远亲。文革时期更不用说了。那么按照黑命贵运动，就民主党支持这个运动的政治正确的概念，要是这样走下去啊，它下面就越来越和共产党就差得不远了。所以政治正确呢，它的荒谬啊，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就在 Harrison 身上就看得一清二楚。其实呢，本来选总统或者副总统啊，性别也好，族裔也好，出生也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和行政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已经上过一次当了，选奥巴马就是强调政治正确，那时候政治正确当道，但是奥巴马的政策主张里面有很多红色意识形态的影子。那么如今在美国政治正确大行其道，这个小平今天起的这个题标题叫做政治正确席卷美国，那就是奥巴马的任内他奠定的基础。这里我还补充一句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卡马拉刚被提名，现在深受中共欢迎，中共的媒体展开了对他的热烈热情宣传和支持。这个事儿有没有问题，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自行判断。那么现在呢，政治正确已经成了不可置疑的口号了，许多人一听到政治正确就肃然起敬。那么还有很不少人呢是不喜欢政治正确，但也只能退避三舍啊，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哎，那算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不可以批判啊？那么好嘞，今天我们就来撸一把老虎尾巴，扒一下政治正确的老虎皮，看看政治正确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开场啊，这个陈小龙就把这个政治正确在啊卡马拉哈里斯的身上的这种难处啊给点出来了。你如果按照这个啊这个 BLM 运动的这样一个宗旨的话，你既然历史上你这个家里有奴隶的这些美国的开国的国父们的雕像都要砸掉，
那么这个查血统，查到这个霍锦丽家族的这个血统是个大奴隶族，那么这样的人要不要成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都是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场啊开得很好。那么这个政治正确这些东西呢啊，小龙先生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作为一种这个理论和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啊，它都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它是怎么影响美国社会的啊，这是我们要通过这个霍锦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好了，请你继续。嗯，行，那我现在先来讲一点关于这个政治正确的一些常识哈。嗯，首先是政治正确的来源，来源很不光彩，不光彩，很不光彩，非常不光彩。为什么这么说？如今的美国校园，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就是以法律的面目在发出一种领导一切的声音，就谁要说这事儿政治正确，得你就不能反对，你反对就政治不正确，大家就可以批判攻击。但是啊，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的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当初原本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查它的根儿，简单来说，政治正确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来源于美国共产党。1919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成立了一个美国共产党。当然了，能成立这个党拿的也是卢布，就是他是外国豢养的走狗。这个美国共产党一公开宣称，一成立就宣称啊，他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这话中国人听得熟悉啊，老毛当年也是要建立苏维埃中国，都是苏联的走狗。中华苏维埃，对，中华苏维埃，那都是用中共的话讲叫做外国势力豢养的。美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年都是外国势力豢养的。嗯，那么美共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就是这个上个世纪一战之后，经济大萧条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那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莫斯科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他有上级领导的，上级领导在外国。那么二战以后，这个美国共产党呢逐渐瓦解，但是这个到了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又冒出来一个以学生、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的新左派，他们登上历史舞台。这帮人呢，你可以把它叫做毛粉。为什么呢？他们是把中共，特别是老毛，还有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所以美国的左派其实是因为他们发展，就是因为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就这样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那么到底政治正确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维基百科的介绍是这样说的，说在30年代的时候，最早用这俩字儿，英文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美国的一些左派比较温和的，不拿卢布的，不拿苏联钱的那些这个左派，他们号称是社会主义者，就比如今天的桑德斯，可能比桑德斯还要不那么这个极左。不那么靠近莫斯科，因为桑德斯是莫斯科的粉丝。那么那些人呢，就讽刺美国共产党的这些党徒，挖苦他们，说你们是服从莫斯科指令的，因为你们要讲究政治正确，因为你们只会一味的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那美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的路线和口号呢，因为他是拿苏联卢布的傀儡，就是你要说他是外国间谍也差得不远。那么一直到1987年，苏共都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俄文叫 glasnost， 就是政治开放，不冷战了。那个时候1987年，美国共产党仍然每年从苏联领300万美元的补助。那么这是政治正确的那波人，他们每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词儿？别人还拿这个词挖苦他。那么更早之前，在中共输出世界革命的那个60年代到70年代，就老毛文革那个年代，
美国那些个喜欢老毛那本小红书，就在西方叫小红书，在美国叫小红书，中国大家都知道叫毛主语录。美国那些新左派毛粉呢，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去讽刺美国共产党。比方讲，美国的毛粉会模仿中国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党员说：“哎，同志啊，你不那么政治正确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老毛在毛语录里说了要批判修正主义，意思是你们美国毛粉，你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眼里，你们都是修正主义，不政治不正确啊。那么里根时代结束以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呢在美国大学的讲坛和校园里复活了。不过呢，客观的讲，这个政治正确复活的时候，卢布的气息不那么多了，看不见。另外老毛语录的声音呢也听不大到，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这些人当年之所以当毛粉，是因为相信老毛会实现世界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结果没想到老毛最后变成和帝国主义拥抱，和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了，成了朋友，中共和美国勾肩搭背了，这一来他们的理想就破灭了。但是破灭归破灭，他们当年当毛粉这段经历他们是不会否定的。我自己呢也有过这样的一种感，一点小小的感受，就是90年代初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门课叫经典理论，教书的呢是一位非裔美国人教授，他把这个 syllabus 发下来，就是这个课程的这个简要介绍和这个阅读材料的这个说明，我拿来一看，嘿，第一堂课就列了一本必读书，我说嘿，我倒是挺熟悉，当然我得读英文的，什么呢？《共产党宣言》，必读教材。当然我们还得写读书笔记啊，我就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把这《共产党宣言》。但你是哪一年啊？这是你是哪一年啊？91年，啊，92年，九二年。我这个，你也读过呀？在这个。对呀、啊，这个是这个九十年代还是这样的。不过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还不在于有《共产党宣言》被列为必读教材，就是说明共产党的渗透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比较保守这个学校，也还已经如此了。不过好在什么呢？我是从共产党国家出来的，我太清楚那共产党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给彻底否定。不过呢，这位教授挺好。没有任何意义，你骂共产党宣言可以骂，说明啊，当时没有政治正确，没有太大的这个活跃的，就是说他不吃香。就我这教授的介绍共产党宣言，他是表示这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我把共产党宣言骂了，他也不能说我政治不正确。那个时候啊，在大学校园里，政治正确这个词很少出现，顶多会在个别讲座里冒个泡。但是呢，那个时候啊，用政治正确多多少少还含有一点讽刺左派的味道，就左派不是那么很张扬，很张牙舞爪的。那么当时就有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讲，说政治正确就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的标志呢是对不同的价值观完全不宽容。那么后来情况就这个进一步的发展了，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啊，从欧洲进口了越来越多的左派价值观。本来呢，在欧洲这个居主导地位的，就是二战以后，在大学校园里，在文化界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方讲，在法国诞生那个后现代主义，还有德国那个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这个学派，那个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哈贝马斯，在中国走红得很，他们对这个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那么他们的主要的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所谓文化相对主义，还有这个价值相对主义这种后现代理论。那么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就是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那么实际上实质就是道德虚无主义，就是不要道德。
传统西方社会传统的道德和基督教文明相关的这些道德他们全都否定。那么到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不要道德的左派做出了一系列不要道德的事，然后不许人说不道德，因为他们认为不道德就是政治正确。所以今天欧洲面临很多很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是，我把它叫做两种病，一个是左派右左倾右治病，一个是左倾优越感。所谓左倾右治病呢，就是说乌托邦思想占上风，都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左倾优越感就是以左倾思想为时髦，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和媒体都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他意识形态不加批判的接受，不讲是非，不讲好坏，不分好坏，就因为他把道德观摧毁了，所以不谈是非，不谈好坏。文化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什么文化我们都要一概的接受，一概的欢迎，哪怕它是毁灭性的。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很多国家身为难民危机所，特还有法国为难民危机，还有阿拉伯这个攻击性文化的冲击，给他们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他们现在无可奈何。那么同样的，欧洲人很不喜欢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传统中西部的人。为什么呢？就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还十分活跃的这种传统价值观呢，和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那么这就讲到大学了。从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课堂里，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课程里，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所谓时髦流派。那么美国的文化精英从那时候开始，大多数都是接受并且自己来传播左派价值观，然后给自己戴上一个叫做自由派的桂冠。那么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呢，是关注人权和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呢，是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那么在这些左派文化精英当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人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这个所谓的这个学生运动时期，他们都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因为这个斯大林模式，因为苏联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啊，在全世界都臭名昭著，所以他们不敢对斯大林模式叫好。但是呢，他们对毛泽东搞的同样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还有了毛泽东大跃进时期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在人民公社这个共产主义旗帜下，他们是装聋作哑的。所以你要去找几个西方的左派跟他聊聊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毛泽东，他们会哑口无言。为什么？毛泽东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他们当然更不愿意谈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一旦进入政治实践就会走向末路这个问题，他更不谈。为什么呢？那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那么有人说，哎，这个不是思想自由吗？我下面会谈到这一点。我先来谈谈这个，因为美国有过思想自由，有言论自由，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东西在美国就泛滥，那么泛滥的结果呢，就变得政治正确了。在美国当代美国社会啊，所谓政治正确，本来它只是一种标签。就好比说你买一样商品，比方一个食品，他给你广告里说这是个 the best taste， 最好的品味，这是广告词儿啊。广告词里边这个 best taste 这两个词儿里面有什么内涵吗？什么也没有。他是在替那个推销的主张政策给他做包装的。我们自己都知道，任何商品的好坏不是看广告词儿的，你要看内容的。那个内容也不是广告词或者它的包装就能决定。但是现在呢，情况变味儿了。近年来在美国政治正确好像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了。一些人就用标签来掩盖内容，明明知道那个内容不光彩，他只要挂起一副这个政治正确的旗帜，说这是进步主义，那么就不许质疑，不许否定，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那些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啊，政治正确啊，有一个基因，什么基因啊？马克思主义的基因。那就是这个基因表现在什么上头呢？就表现在它在民主国家、民主社会内部，对政治正确问题，如果你持有不同政见，结果是什么？你遭到无情打压。那么政治正确派呢，经常是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关心共产党国家人权，给自己做装扮，好像呢他们挺进步。为什么？你看我们批判专制，红色专制了。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你真的以为政治正确派，美国的左派，他们真的厌恶思想专制吗？我下面告诉你们，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实行者、推动者。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美国人不懂吗？左派不懂吗？懂。那么红色政权之所以要实行专制，特别是思想专制，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共产党政权剥夺人权的那种意识形态，还有在他对这个民众的政治压迫，是违反，完全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反弹。所以啊，他是一定要坚持实行专制，除了专制没有其他的生存之道。那么这当然也是现在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那么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些美国的左派讨论问题时，他们经常也是在为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辩解。后来我说了，我说你其实没资格辩解，我说很简单，你要是真有种热爱马克思主义，别在美国待，到中国去，到中国以后放弃美国护照住下来，10年以后你要还热爱马克思主义，我佩服你，你没过过那样的日子，没资格讲。因为对中国人来讲，到今天为止，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我们太懂得什么叫做这个思想专制。那么那特别是对这些在中国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那么他们比西方这些挥舞着政治正确标签的人呢，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在中国，你要是独立思考，你就是思想专制的直接受害者。那个红色专政权的这个思想专制呢，它有个典型的表现，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或者其他的社会权力，比方讲在学校里，哪怕是中学、小学，老师可以给你决定成绩，就凭这个，他掌握了话语权了。所以老师也好，各级单位的这个所谓的小干部也好，当然这往上警察呀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掌握一点权力的人，他们说什么事正正确，你是不许提出任何质疑，也不许保留看法。那么你要是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你在中国别说你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你不敢喊，你的哪怕提一两句，比方任志强，那马上这个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社会压力，甚至就干脆抓了，关牢里去，那强迫你们服从。你要拒绝在共产党这种制度下的政治正确，你就必须服从，否则你价值观上不服从，你就没法生存。这样的话，很多人最后只能做两面人，就公开场合说假话，私下场合对自己信任人说点真话。就这个毕福剑还被人出卖了，最后也丢了饭碗。我为什么说这一点？这一段我要拿这一段来比较今天的美国，你会发现说，哎，咱们怎么在美国也赶上了共产党式的思想专制。那美国宪法本来是保护言论自由的，更保护思想自由。这就为什么美国共产党混到今天还在纽约这个第八大道23街那儿还有一栋房子，那是苏共出钱替他买的，他现在靠那房子的租金养活那几个这个在里面混混的人。那么到今天，美国的小红书可能很多人在家里还藏着一本，特别是知识分子。但是美国的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者任何社会团体他有权利有资格来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如果说美国社会当中有一部分人
自己给自己赋予这样的权利。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民主制度下民主党讲的进步，错了，那是思想专制的体现，是思想专制从共产党国家植入了，植入就是这个 embedded， 就埋在了美国这个社会里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政治正确派啊，他们的两面人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暴露无遗的。就当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在民主社会里推行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政治正确派的人物都是两面人。一方面呢，他们表现出来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说不的人毫不宽容。这种立场和共产党政权对待异议人士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派呢，好像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是非常小心呵护的，他们喜欢的专制，而且就在使用这种专制对待美国大部分民众。那么根源或者说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正确派是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为什么要批判？他怕人说他们和共产党是一丘之貉，但是呢，他们总是停留在批判人权表象这个层面上。他对专制政红色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啊，从来不去碰。那么如果你不去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里面包含的那种专制基因，你就没有办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那么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原因就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啊，他们就会身体力行的，会让很多人成为他们思想专制的受害者。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小龙啊，可以听见吗？啊，听得见，听得见。这个你谈的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这个政治正确啊，从他的这个血缘关系来说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他是来自于专制国家啊，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明白没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政治正确呢啊，他如果作为一种这个理论的话呢，它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啊。那么第三个呢，你谈到了就是说啊，西方的这些这个搞政治正确的人呢啊，他们在批评北京的时候呢，他批评人权的违反这些一些表面现象，当然他不批判这个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啊，主要是这几个，这是这个你谈到的政治正确者的一些主要的观点。那么这个我看到就是说他不仅是在校园这种区域里，他在美国社会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发生的关于政治正确的一些啊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在某个意义上，它是政治正确，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社会运动。没错。所以说，我举几个例子啊，哈佛大学那样那个校长他说了那么一句话啊，就是从这个性别角度来讲啊，研究的科学家们啊，搞理工的那些数学家们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就啊下课了，对不对啊？啊，这是这个啊，萨默斯的命运。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啊 ，DNA 之父这个沃森啊，他因为在这个讲这个白人和黑人的智商测试中存在着差别啊，这种差别来自遗传啊。那么这个人的命运，这个人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已经听到啊。那么最后呢，不仅呢，这个把他的这个啊，一些行政直接停掉了，他的一些荣誉称号也全部给剥夺了。那么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纽约时报》的有一个言论版的一个编辑啊，因为发表了支持川普的这个一些啊言论，最后呢，《纽约时报》的这个言论版的主编啊都已经走人了。所以这几个案件啊，我感觉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政治正确完完全全它不是啊。这个早期的就是说来路不正的来自专制国家的那样一种啊
美共这样一些小流派，慢慢的呢，它从大学形成主流，然后开始席卷到美国的社会那么这个最终席卷到美国社会之后呢，它又变成了这一次的 BLM 运动，最后呢，烘托出了这个霍锦丽或者卡尔玛哈里斯的这个出场，所以我感觉到这样一种关联性，好像是一路杀过来似的，对，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生活呢，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政治正确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压力。就是不管你在什么行业、什么地方工作、学习、生活，你都有这种压力。那么前面我们谈到的大学，过去20多年啊，随着美国大学教讲台上教师们越来越左倾，政治正确呢？从以前是一种讽刺性的负面的表述，变成了正面的表述。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凡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他们的理念，政治上天然就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看法在校园里、媒体上还有社会上越来越流行。那么结果呢？政治正确原初的那种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所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你比方最近这一两年来，这个政治正确很那一大堆口号里头又加进一个打倒 Trump，就是说你只要说在支持 Trump 这事儿就政治不正确。那么很多Trump 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就在民调里还有在社区环境里都不方便表达自己的看法，以至于在美国出现很怪的现象：一位在任的总统有选民要支持他，都不太敢在家门口插一块牌子"创2020"。为什么有人会去攻击他？而且攻击的人很少受惩罚，原因就是他代表着政治正确。那么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人感到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现在我开始讲的已经不是大学了，是教育圈，因为大学毕业的很多学生。慢慢就进入了中学、小学，以至于整个教育圈从 K，就是美国讲的 kindergarten level 的小学的那个学前班，一直到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这个长长的教育链条里，已经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你新去的教师，你必须保持政治正确，你要是对政治正确有保留态度，你就受到排挤。那么你也想发表论文，想要教师晋级。那就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儿。你如果是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在明尼苏达州有这样的故事。那有的老师他不支持政治正确，结果怎么样呢？他发了一两句牢骚，马上同事其他教师警告他：你可不能这样讲，政治不正确啊！这个帽子就好比在中国，你批评了一句习近平，马上有人告你这话不能讲啊，这政治不正确的。这一模一样的现象，我们感觉在美国的教育界，我们回到了共产党国家了。那么这种现象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政治正确啊，正在从思想专制转变为社会专制。我这里引一篇耶鲁大学一个华人学生叫董一夫，他2016年8月2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美国的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它的管辖范围远往往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案、法律，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这个学生讲的话很准确，这就是现在的教育圈的现状。他所在的是美国认为常春藤名校中，最左的、最政治正确的耶鲁大学，那里也是这个政治是这正确个的。董一夫啊，这个小龙，这个董一夫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啊，他应该是我在北大法律系一个朋友啊，一个同事的这个儿子啊，他应该已经毕业了。这是他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时代，他经常给《纽约时报》中文网写这个评论文章。
我倒是不认识他，但是我很赞赏他敢把这话写出来。我见过这孩子，对，这孩子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嗯嗯，我希望他，我祝贺他在美国社会能够这个顺利的前行，而不至于再受到更多政治正确的压制。他在耶鲁大学，他能感受到这种气氛啊，一般的华人不太容易的。嗯，对，能讲这话就已经很不容易，很有胆量了。对，如果人人都敢讲，这我们就不用再引用了。问题就在于凤毛麟角，今天的这贺锦丽的出场，我估计也是这样。是，嗯，你今天你要到贺这个这位 Harris 的什么哪个现场去？如果有人敢举一个牌子 Trump 2020，你试试，很快就有人来攻击你，没准把你打个臭死。但是警察不会抓他们，理由是他们是政治正确，打死你活该。谁叫你敢？你要不支持打倒 Trump？那么在美国政治正确派啊，现在是以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那个虽然政治正确和这个共产党是精神同源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但是他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我要给他定个性，他就是政治正确本身应该打引号，而这个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属于政治不正确。美国社会啊，它的传统价值观就是很简单，政治制度上支持坚持民有、民治、民享这个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呢，它不依赖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这个理智啊，告诉持这些价值、这个传统价值观的美国人，民主国家的财政啊，不是来源无穷的藏金库啊。不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抢来的财宝，那都是辛苦工作的纳税人用税款填充起来的。你如果一个人每个公民都为了自己的需要拼命去掏国库，你就把这个国家毁了。同时掏久了，这个人也就没有自己努力的意愿，就成了靠福利生活的人，靠别人养活的人。所以在美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当中啊，它和基督教的文明有直接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这种坚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有一种很好的品格，我把它叫做谦卑的自尊， humble respect。 所以谦卑就是说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就行了，他不没有奢望说我一要一夜致富，要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我妒忌富人要把富人吃了，像那个 BLM 一样。另一方面呢，所谓自尊就是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同时希望政府要慎用纳税人提供这点有限的资源，而别拿着这个那其他纳税人养的钱到处满世界撒，那以便来换取选票或者换取某些政治好处。但是呢，政治正确派啊，把美国这种传统价值观给他套了顶帽子，叫保守主义。现在这种说法在这个民意调查还有在媒体上已经形成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了。其实呢，这个想法是完全错。首先，持传统价值观的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啊，没有主义，它不是意识形态。那么相反，政治正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版的变种。那么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说啊，你喜欢马克思主义，你说我这是思想自由，那么我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啊，什么最高价人类最高价值观呢、啊、还有思想专制啊，这些本质，那我批判它不同样是思想自由吗？为什么我不可以批判？再一个，你如果坚持说我是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行，那我批判政治正确同样是政治自由的一部分啊。所以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的一面倒的去轻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时候，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已经受到威胁了。如果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的接受了，那么年轻一代就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的意识形态洗脑，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哪怕是美国这样的老牌的民主国家，
会慢慢的失去思想自由，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就会慢慢蜕变成一批人的政治专制。对这套路数啊，很多美国人可能就是本能的觉得不对，讲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着什么。但是你从中国大陆来的，在那些国，在中国本来有一定的思想独立，这个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我们这样的人而言，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政治正确派走这条路，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看作是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然后把其他人全部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那么民主党经常讲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这个进步也要打引号，它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它实际上是从自由民主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它是一种退步主义。那么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它其实都是有亲戚关系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是呢，出于两个原因，中共和西方的左派没有办法真正合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西方左派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和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就要为了要争取民众，所以就不能够这个让别人说我们是这个专制政权的代理人，所以他们要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那么在意识形态这方面呢，因为他和共产党是同源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左派政党比右翼的政党更害怕为这个专制政权帮腔，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呢，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他对人权的关注，但是也因为这一点，他就没办法和中共勾肩搭背。那么高举政治正确旗号人的真正的目的呢，是为了在这个运动当中向整个社会塞进自己的实行思想专制和行动专制的私货。比较典型的就是这次这个那个 BLM 运动的支持还有打倒 Trump 的口号，就对他们这个运动的支持，这主要是民主党还有打倒 Trump， 他们提出打倒 Trump 的口号，实际上就是现在在美国此时此刻大选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基本上属于凡是 Trump 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 Trump 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所以这次这个在美国现实政治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 BLM 运动和打倒 Trump 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了。那么把一个民选在任的总统视为政治敌人，这表现出什么？这就是政治正确派的专制主义倾向，那就是我不喜欢的人我就必须打倒。这谁的口号？共产党的口号，马克思的口号，列宁斯大林都是这么喊的，金三胖也在喊。比方讲 BIM 的联合创始人叫 Carlos， 一个女的，6月23号在媒体上说，她说他们现在不是真的在乎那个这个意外死亡的 Floyd， 而是有更简单的目标，那就是必须要把 Trump 在11月大选之前赶下台。那么这个时候美国人才竟敢有些警觉，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什么 BIM 的运动的目标不是什么单纯的反种族歧视，他甚至也不在乎 Floyd 的死不死，他是要政变。那么加上这 BIM 运动这一个多月在全国特别是民主党州的打砸抢，各种事实，现在美国民众对 BIM 的态度在发生剧烈变化。那么由于民主党高度支持 BIM， 所以打砸抢烧杀的主场都在民主党州。比方讲在 BIM 的革命中心纽约市，六月的前三周枪击案数量就是达到125起，是25年来的顶峰，然后各种抢劫杀人刑事案急剧上升。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数据，为了自卫和家庭的安全，很多美国人不得不紧急买枪。7月1号的时候，美国步枪协会在推特上写，说是6月份因为 BLM 的发生，
美国人六月份购买了230万支枪，比去年同期，比去年六月增加了145%，以至于很多枪支的零售商库存都卖完了。这个我给你补充一下，这个在说到纽约的情况，我估计纽约比可能芝加哥好一点点，芝加哥是应该是最芝加哥我现在讲的还都是比较老的数据了，芝加哥是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发生的。这个说到枪啊，我正是因为这个 BLM 运动和这个纽约这个说要 defund police 啊这样一种啊政策的可能性，我要去买枪，我也想买，我也开始学了现在，但是我要买的那我要被人推荐那一款啊最适合我的那款枪呢，现在完全脱销，买不到了。对，我倒是以前就玩过枪，而且好像这个我用步枪射击的这个精准率还蛮高的，9发5发45环，就平均每发中那个中靶标是9环，所以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说看样子美国的左派再横行下去，我们就只有持枪自卫。对，是这意思。那么是被他们触动的。对，其实也被他们触动的不光是不支持他们的人，连他们支持他们的人也同样被触动了。我举一个例子，6月27号有一群这个 BIM 的这个抗议冲这个我都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人物了，我把他叫打砸抢的比较合适，就他们喊着口号叫做 Eat Big, Eat Rich, 就吃大户，还有 Abolish Capitalism Now, 现在就消灭资本主义，然后冲进什么地方呢，冲进洛杉矶的那个 Beverly Hills, 就是比弗里山庄那一带，那是富人区，那大户区。对，对，这个地区呢住的是民主党的铁杆粉丝，还有大大小小民主党的金主，比方好莱坞的明星啊，科技巨头啊，高管啊，不少人都是希拉里奥巴马多年的老友，还有捐款者。然后很多住在这里人这次也都支持这个所谓的 defund police, 就是把这个警方的资金给减少了，不给他们钱。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他们支持的这帮家伙冲到他们的门口要砸他们的家。人家可不管你支持谁，我反正是见到能砸的我就砸，这你就让想到中国的打砸抢，所以有人把这个 BIM 最后命名为中文叫打砸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错误。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个亚马逊的总裁 CEO 叫 Jeff Bezos, 他的遭遇最典型，他是 BIM 运动的坚决支持者。去年的时候他在这个公司的黑人员工比例已经到 25% 了。那非洲裔美国人在全美国人口只占 13%, 他的公司占 26%。那么这次 BIM 运动一出来，他立刻表示我今年要让我们公司的黑人员工再增加到 30%, 以后还要再增加。然后同时宣布他强烈谴责警察，然后要向这个 BIM 他们捐1000万美元。这算是很配合 BIM 革命了啊，结果他被 BIM 治了。 BIM 的人在他的华盛顿的住宅区前面设了一个断头台，这断头台呢很讽刺的是通过他的公司订购的，然后在断头台上竖了一块牌子，支持穷人反对富翁。这我让我想到了中国当年发动流氓无产者在农村里头用土改消灭地主，剥夺抢夺地主的财产，然后走向共产主义，最后把中共变成了暴政国家。实际上这个 BIM 的负责人已经出面说明了，他们就是要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真正的诉求其实和这个种族歧视没什么关系，那不过是他们的一个招牌。这个霍锦丽啊，他之所以被选中啊，你刚才前头谈到这个政治正确最后演化成现实政治呢，他最后就跟这个
BLM 和打倒川普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个霍锦丽正是这个啊打倒川普的一个棋手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最后这个霍锦丽他被挑选了，除了他的这个种族特色啊，他人家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纯种的黑人，可是他喜欢把自己往黑人这个里面靠，嗯，这个女性啊这些算计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跟川普在政治上是死敌啊。我们也看到他出场以后川普对他啊的一种评价啊，指他对待卡瓦诺法官的任命过程中的表现是这个恶心啊，指他在这个当年在辩论的时候呢对拜登的态度是恶心，用了好几个词。所以说可以看出啊，他是川普的死敌。那么正好这个他是不是符合这个打倒川普的要求，是他成立的一个理，是他出来的一个理由呢？小龙先生，嗯，我觉得你按照我刚才前面这个对这个政治正确这一派，嗯，这个老虎剥皮，你就能看得很清楚。就对他们来讲，其实没有原则，也没有标准，那就是我要打倒谁我就打倒谁，我要抓谁我就抓谁，我要杀谁我就杀谁，我要抢谁就抢谁，这叫政治正确。但问题是民主党选玩这一套，是意味着民主党在选举当中正在发现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模式呢，还是民主党走投无路？走投无路，我觉得是后者，是走投无路。我就举一个数字啊，就是最近有一个 Rasmussen 这个 report， 就是美国一个比相对独立一些的民调，他在关于这个 defund police， 就是这个削减警察的这个议题的民调当中，发现说全美国他们调查的几千人当中，只有 17% 的人应该认为应该解散警察， 59% 的人坚决反对，还有 27% 的人呢认为你可以削减点预算但不能取消警察。也就是说大概将近 86% 的人反对 BLM， 只有 10% 的人支持 BLM。 这说明什么？说明民主党走到绝路上去了，他在和 80% 的人去作对，因为他找不到别的有效的竞选口号和竞选方法。因为在政绩上民主党提不出比 Trump 更有效的政策，他们所提的政策全部是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式的政策，吃大锅饭的，这个消灭这个民主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的，都是这一类的口号。所以现在民主党虽然表面上已经不再公开站台支持这个 BLM， 但是他现在把 BLM 这一类的主张的人给拉出来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所以究竟这个民主党从中能得到好处吗？我觉得够呛。因为实际上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政治正确运动啊，应该讲在美国政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相当于一部分人造反了，而且是在这个国会在野党的支持下造反，破坏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乱。那么他给民主党的选举一定留下深重的阴影，因为很多选民现在多少看清了政治正确的真面目。那么到底有多少美国选民反对政治正确，让我们在大选中拭目以待。不过要说明一点，政治正确已经在美国蔓延的像癌症，所以清理政治正确将是一场艰难的社会重建过程，而这个重建过程现在根本就还没开始。这个刚才你也谈到这个民调显示这个更多的人不支持 BLM 运动，那么呢民主党也在渐渐的拉开他跟 BLM 运动这样一种啊距离。可是这个互联网啊和媒体的文字报道都是有记录的啊，拜登先生和民主党的这个佩洛西啊女士如何带着民主党人啊单膝着地那些动作，大家都看得见啊，那是一个普遍性的啊，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川普先生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正确在美国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他早就开始这个批评这个政治正确。我记得他在16年的这个一次演讲就明确表示，我拒绝政治正确我只做正确的事情。你看呢，我拒绝政治正确我只做正确的事情。我想把事情变得再简单一点，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他这个美国的这个再次伟大呢？是跟拒绝政治正确相关系的。对，那么你怎么看川普先生拒绝政治正确？我觉得 Trump 拒绝政治正确是代表了一种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持有者的一种直觉。他当然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讨论从这个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根源等等等等，他不是从这种角度去分析的，他是直觉。但这个直觉是对的。我刚才提到了美国政治民主政治的基础已经被政治正确动摇了。也就是说，川普最近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投票给了那个拜登，若干年以后，也许你们就得都学中文了，各位。那意思就是，没准拜登就向中共投降了。投降以后呢，然后中共就在美国可以胡作非为了。接下来就是思想洗脑教育，这个强制的政治正确。然后宣传共产主义，然后革命造反，就中国玩过的所有一切都会在美国重演，美国的民主堡垒会被摧毁，剩下的就是一片新的红色废墟将在美国领土上出现。我不相信美国的大部分人欢迎这个局面的到来。好啊，这个今天小龙先生这一小时的节目呢讲完了啊，我看我们有的观众的手已经举得高高的啊，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问答阶段啊。那么第一个举手的是肖晨先生啊，请我们导播将这个肖晨先生请进来。然后，这个，你看谁按的？我看的这边是肖晨在前面，所以你按照这个你的顺序来。我说话不算数啊，我这边看到是肖晨在第一，对，喂，你好，听见吗？好，你好，小平，你好，小农，两个你小。好。听了小农讲，我非常喜欢小农的，每次愤愤不平，永远举手，因为在中国以后，我这个人啊，对政府就是愤愤不平，我就是主张小政府，然后是大国民。我曾经说就是中国人的膝盖是最软的，为什么呢？你看那个政府一抗救灾的时候，他就跪下了。你看外国人有跪的习惯吗？没有。小农刚才说的政治正确，我这个批评政治正确啊，我双手赞成。西方的左派弄到现在，我认为已经是肆无忌惮了。而且呢，我发现呢，就是你贪污是罪，但是滥用公币不是罪。对，我记好像是小农说的吧？奥巴马临辞职前批了一笔500万美金的贷款给巴勒斯坦，对吗？这事儿我不记得了。这个，我原来就批过这个，像奥巴马和马英九类似这样的人，叫什么叫没有身上没有任何一个污点，公众形象清洁清廉，但是什么也不做。那他做什么呢？就是看见世界的西方，这个美国啊，就是看见西方有那对不起，非洲有这个灾民，一张嘴就是捐款。他捐谁的钱呢？捐美国老百姓的钱，美国那么多事儿，他想过吗？他不想。我原来反对希拉里当选，希拉里讲过一句话，就这一句话，我就非常反对他。他这么说的，他说我要当选，要让25万叙利亚人到美国生活。那我想问希拉里，这25万人到美国生活是谁的钱供的呢？我们的想钱过。啊，他自己从中还能发财。所以这些人往那走。包括这个，我痛恨的，现在痛恨的这个诺贝尔奖，
我发现这诺贝尔奖哈、啊，我小龙，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们大家想象一下啊，就是有移民过来想进美国，美国人阻止移民，就是黄祸那本书，双方打起来，嗯，打起来了以后，这个移民把这个美国这个本土人攻占了，这时候有一个美国本土的妈妈，儿子被移民打死了，他举起了大旗，高叫的我们要和平，最后他妈妈获得这个妈妈获得就是诺贝尔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小明？嗯，没错。所以你恨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嗯，我恨的是他有的和平奖是对的，给刘晓波是给对的，他有的是对的，给奥巴马是给错的，给妈妈是错的。我说的是奥巴马，奥巴马基本上什么没做就给了一个和平奖。对，将来历史会查清楚，因为奥巴马和这次 BLM 有不可切割的很深的关系。这个 BL 叫什么叫 Black Man Lives 对不对 Black Man Lives Matter 对 Live 什么什么 Matter 是 OK 是 Matter 这就是个闹剧。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我猜想这个人一定是那个我这么说吧，在中国的时候警察比如说看见人在街上，哎你干嘛呢，你马上就会待在那儿了，你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你说你我凭什么去，我让你去一趟你就去一趟，中国人就老老实实甭废话。对，我相信这个黑人在美国，其实美国本来警察因为有枪，美国也很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啊，就是你这边动要有动作，美国可以靠拍枪打的，这个人一定是警察让他弄什么事以后他不服从，他抗拒，所以说换句话说这个人抗拒以后，这个人劣迹斑斑，然后现在成了民权运动的偶像，各地方世界上有的地方还给他什么画雕像画在墙上，然后电视台上美国就又开始，我怀疑这个人如果要前面要没有那些犯罪他可能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哎，所以这个左派的根源不只是在美国，在欧洲，欧洲是可以讲是世界左祸的祸源，欧洲人最不爱听这话。小农我还想问一句，就是我总是觉得就是中国老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可是我老觉得美国霸权还不够。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是闹不懂为什么美国不颠覆古巴，这么个小的地方离它这么近又这么劣迹斑斑的国家，美国为什么不，就你们原来不是说美国叫什么害中国，说骇人听闻啊，整天到别的国家干涉内政去完就算，那么为什么不侵略古巴，我不懂。其实美国没打，我们那个举手的人多，大家这个稍微精简一点啊，如果人不多的话你就多说会儿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人多的话呢就给后面留点机会啊，好吧。二位博士好，你小龙，你回忆一下，你这刚才这个他为什么不侵略古巴？你能回应他？其实很简单，美国从来没打算真的要这么打。好，谢谢你们啊，我尽量简单。两位博士，我本来有两个事情想跟小龙博士讨论的，但是呢，响应陈小平博士的号召，后面人多，我先讲一个，然后我停一下。如果等一下大家其他人举手讲完了还有机会我再讲，没有机会我再讲一个，好不好？方法好，对。有点风度吧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用我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具体例子，当然你当时刚才讲的这个宏观的关于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论述我都表示赞成啊。那么我谈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士，我想征求一下小农我的这个意见，对不对啊，你给个指引。就是我以前没有这个跟民进接触的时候，上民进的时候，但是我历来这个就是看美国之音的。那么大家知道前几年因为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在民主党之下那个阿曼达大家都知道搞得很左，也搞政治正确，这个美国之音已经变味了。我父亲原来在中国那是60年代的时候就被进监狱迫害致死，当中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偷听敌台，其实就是指美国之音了，那个时候别的也听不到了。那么我结识了一个嘉宾，我不说他名字，我不在这里做人的具体的攻击，
他呢，在美国之音呢多次发表，美国之音邀请他发表专题演讲的时候呢，我感觉呢，我还是挺尊敬他的。我感觉到他从中国出来，在中国读书做学问，到美国又读书做学问，拿了博士，当了教授，在美国之音上面呢，就是反击这个中共的很多事情上，很多立论，我还是挺佩服这个人，很尊敬这个人，也讲得很正确。但是最近我上了民进节目以后，我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政治正确了。那细节我就不要讲了，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么最近呢，民进越来越，而且好像这个像陈小平做节目陈小东做节目每个礼拜一次，陈小平也是每个礼拜一次。哎，我说的这个人现在也在民进做节目，让我越来越觉得不堪入耳了。就是这个政治正确，这尤其在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BIM 的这个运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论述啊，我越来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也不展开详细讲，也不对具体人讲。我想问小东博士一个，是不是我很尊敬他，我不愿意去说他的不好，但是我在想，这个人他曾经是王沪宁的学生。而且到了这里，你不用讲，我已经知道是谁，哎、我也跟他很熟。对，他现在在纽约也在做教授。我的这个想法，你能不能赞同？他如果在纽约的学术殿堂里不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是不是都有可能饭碗都要被丢？也许饭碗不至于丢，因为他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但是混不好是肯定的。但是不是好像别的学校也有拿到终身教职的被开了的吗？对，那是因为可能哈佛的什么的，就是成了学生的攻击对象啊。就只要学生一抗议，就为什么这个政治正确派能够那么猖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只要一抗议，校方一定向他们让步，因为人家代表政治正确。校方不敢对政治正确说一个不字，说你们政治不正确。我相信现在在校园里教书的基本上不管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想一想中国人在中国怎么过着，他们现在就怎么过。对，我宁愿不从更坏的方面想他，我就有一点同情他，可怜他。我现在刚才讲的也是一种中性的说法，就我也不去评价他为什么喜欢民主党，这我就不管了。我只想说的是，假如有人在大学校园里投票的时候可能是悄悄去投了共和党，但在校园里他敢大声的课堂里嚷嚷吗？他敢像我在节目里这样说吗？不敢。很抱歉，这就是我讲的思想专制。我前面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政治正确在美国是所谓政治自由，那么反政治正确为什么不是政治自由？谁规定了我们不能批判政治正确？那是政治正确的人说，不，你们不可以批判我，因为我正确。谁规定了你正确的？法律规定了吗？没有啊。你那是意识形态，那是共产党的余毒。好了，下一个，我说话听得到吗？听得到，可以啊。李林，你好，你好，你好，我李林四位啊。这样的啊，这个前面在周末群里面闲聊，刚刚才看到这里进来转一下。这样的啊，刚刚这个，小龙博士两位都好啊，我在这里讲一下。刚刚小龙博士讲到那个清理政治正确这个问题是任重道远，确实如此。因为他所做的这个政治正确是完全是建立在一套虚幻的这种政治正确这种哲理为支撑的。这种哲理支撑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史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因为这样 ,BLM 才会在美国盛行。但是这种政治正确肯定是错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假命题，要解读它挺困难。
因为这背后是有那种这两大哲学派系的这种支撑的话，经过这百年来运作，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美国现实的那些左派政治家们如何如何，而是它是一种传承在背后，你要把这种传承背后的哲理要认识清楚，确实蛮难，有个过程。所以讲到了这个关于政治正确，它基本上它就是政治不正确。为什么政治不正确？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它这个将演绎啊，逻辑演绎成那种演绎哲理的话呢，它是不带实体内容的，只能是这种就好像这种数学符号啊，里面是不带几斤苹果几斤香蕉这种实体内容的。自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打造了一个人类思维的这种陷阱以后，斯大林就把它改造成马克思的辩证法。他说这个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论，那么马克思把它颠倒过来，其实马克思就三言两语说过几句，所以完全是胡诌的。那么这个来说，作为欧洲发源于欧洲，经过苏俄，那么这个过程也传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真正的最有价值的哲学家应该是叫做杜威。那么杜威的一个学生，他是叫做有杜，叫杜什么啊？一下记不起来。他写了本书叫做《哲学的故事》，里面就把这个陷阱的两个点给表达出来。那么我由此才能识破这里头，所以我围绕着杜兰特的这个哲学的故事制作了20个视频，就完全可以通透地看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在美国当下所建构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本身是虚幻的，但是你通过一句话让人们来接受，其实也蛮困难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美国高校的再改造问题，也就是说在哲学这个层面来说，我感觉到我在这个周某群还是在里头看到有人讲过，现在的美国的这种教育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就是那些左派教授们根据自己的味道来养育培育这些左派，就是说思维比较混乱的学生为他们的优秀弟子。那么在这个过程来说的话呢，恐怕就是说要我早就注意到一个特点，左派们的逻辑思维是非常不严谨的。中国的几大新左派，左大培、汪辉以及孔庆东，他们都是有所谓专注在身的，全部都被我解构过的。那么我终于发现他们是思维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个写《21世纪资本论》的赫赫大名，去年还上了天安门跟习总书记并肩的那位法国的所谓的哲学家吧，那个著作的话呢，我也解构过，也有文，网络上也有文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四面出击，把那些领头的左派们他们的著作全部给他解构，他就待不下去。 OK， 我简单就这么讲一下啊，谢谢。好，谢谢。下一位。下一位接进来有问题吗？T 勾，我在看是 T 勾，不知道导播看的是哪位啊？打不开就先下一个，让他去努力一下。你好。好，可以了。很抱歉刚才折腾了一下。陈博士，你们好。你好。我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所见所闻啊。我在西班牙这个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像陈博士所讲的那样，欧洲这边真的恐怕是左派的源头，而且是左派的生力军。所以呢，我在这里感觉是相当的悲观啊。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一个朋友吧，在这边其实跟他关系还不错，然后跟他有语言交换的学习，
那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他讲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辛亥革命，然后到共产党建立，然后到所谓的中国解放，然后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做的这些事情，一直到我们当下的那个领导人以及现在体会到的一些冲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以后呢，他给我的反应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时代过去了，美国靠他自己的能力去影响全球的时代过去了，而中国的价值观将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通达无阻。这让我感觉到就是他明明知道，就是自己从小到大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接受怎样的教育，这样长大的。然而呢，他对于目前的这个社会的摇摆不定的这种感觉，他的这种混乱也是相当的严重。就他没有自己的一个主心骨的价值观，而是随风飘摇的这样的状态。就好像那个这个社会啊，就像我们当年那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状况一样。那现在呢，在西班牙一提到右派呢，大家就会想到皇室的弊案，那会想到弗朗哥的一些不好的不光彩的政治遗产。那么一提到左派呢，这个往往是更多的年轻人津津乐道的，大家都上街去敲锅反政府。那么然后提出的呢，确实很多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那么现在极左的也是第二大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他们的领袖呢，源自于一个曾经接受委内瑞拉的赞助的这样一个党派。那么他的领袖的父亲呢，本人也是一个曾经抢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恶棍。那我之前就认为啊，恐怕是来自于那些可能背景不是太光明的国家的移民给这些党派投票。那直到最近呢，我发现马德里市啊周边的一些饥饿游行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之前没有见过的状况的时候，我才觉得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有非常的明确的左倾，或者说是有破坏这个社会的倾向。所以我感觉是相当的悲观啊，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呢会在什么时候经历怎样的洗礼才能够苏醒过来。所以也请陈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哎呀，你讲这个现象，其实欧洲的今天是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明天的。我前面提到欧洲人现在不喜欢美国人，还是因为美国没有完全蜕变成欧洲。如果美国真的完全蜕变成欧洲了，欧洲会进一步往前走。往前走到哪里去呢？走到大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最后呢，是把这块富饶的土地吃穷啃光以后，走入最后的末日。所以从这点上讲，我和你有一模一样的感受，我也非常担心。这个就是我讲欧洲左祸，我把它看作是一种祸害。这个祸害一开始可能只是某些左派知识分子自己的好恶，当他成为一种洗脑之后，他就不再是个人好恶了，他开始左右了这个社会。未来美国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挑战，欧洲早就已经被改造了。好啊，这个你的担忧啊，有很多人的担忧啊，小龙先生实在也担忧，但是小龙先生担忧的同时呢，在拼命的批评这个事情啊，还波及到美国，波及到美国。下一个啊，那个我们那个导播，我们不接受新的提问了啊，那个这个我看的是肖晨是最后一个啊，他有第二次提问啊，给他一个机会，那么不能我们不再接受新的第二次提问了。好了，不停。嘿、hey, 大家好，小平好，哎，小龙先生您好。你好。您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在我的频道里边我放过一个，就是前 KGB 啊，然后他是叛逃到美国的，然后他在里根时代的一个对话啊，然后他在这个对话里面就是把当时苏联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渗透的这个计划说得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他的这个计划首先就是从教育开始，就是从青少年开始。他说第一步就是可能要需要15年到20年然后就是说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就是推左派的思想，然后等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他们会逐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就是掌握实权然后呢他们就会第二步好像就是制造动乱哈，就是跟这个现在那个 BLM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哈。然后就说，当然他有说三步了，我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哈，我就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频道去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英语讲的，虽然他是个俄国人，但是他的英语说的还不错。对。然后我们那个视频下边还有那个中文的翻译哈，我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 BLM， 然后跑到那个 Beverly Hill 去打砸抢哈，然后把那些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都抢了哈，然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事情他也在也那个 KGB 他也说了，他说呢这些左派西方的左派这些文艺啊或者说是elite哈，这些人啊都是 useful idiot， 就是说有用的白痴啊，其实就是说跟那个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那种同情共产党的那些文艺青年，其实是和我说所谓的革命青年哈，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这个自由和这个资本主义和给他们带来的某些 privilege 就是特权哈，就比如说他们学历比较高啊，或者说是家庭的那个出身财富比较多啊，或者说是掌握的那个话语权比较多啊，他们同时享受这个 privilege， 但是同时呢他们又是对这个给他们这个好这些好处的这个体制的一个背叛者啊，然后去投靠那个共产主义，然后这些人呢就是说一旦共产党掌权以后，这些人是第一批要被清洗的。对，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就是说他在这个视频里面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我都不需要去重复他说的这个话了。所以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就是他们在 Beverly Hill 那个打砸抢的事情哈，让我就感觉到这个其实就是共产党主政以后的一个小预言。 对， 对吧，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土改、哎、对、嗯、然后这样子的小预言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说让那些人如果是他们有点脑子的话哈，我希望他们能够稍微有所反思吧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反思哈。我是想说还有就是刚才前面那位在西班牙的那位先生他提到现在西方的年轻人普遍的左倾哈。我想说其实我也蛮同情这些人的，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不光是一个教育体系里面的那种政治正确啊或者左倾的那种渗透，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哈，其实西方的这种发达国家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其实比以前是要少很多啊，因为很多 entry level 的工作其实都跑到中国或者跑到印度去了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说你说实在的，你如果能够变成保守主义，因为人家说什么在三十岁之前，你如果不是左派，那你就是个什么无情的人哈。你如果三十岁以后你还是个左派，那你就是个傻瓜。那么为什么人会有一个转变呢？因为他的工作经验啊，就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到，就是说哪怕是资本家啊，不是说哪怕哈，就是说资本家在这个整个经济运行当中，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的。也就是说你拿到的工资可能比你做出来的成果要少，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剥削哈。也就是说资本运作它是有成本的，然后那个资本家他把一个公司给他组合起来，这个它是创造价值的，你不能说就是它来剥削你啊。那么你在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如果工作的好，你也可以得到 promotion， 对吧？然后你也有你自己上升的空间，然后你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也会交税啊，你也会体会到，就是说哦，原来这个政府的运作是需要我们这些劳动人啊辛辛苦苦交税的。那么当然你这个税就不能乱用，所以在各种
就社会实践的这种教育下，年轻人他会逐渐的走向保守主义，也就是说他的一些价值观和他的一些浪漫的一些想法会被纠正过来。但是很可惜，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他已经没有了这种机会了，他就是说跟以前比哈，就是跟八十年代或者跟九十年代，他们的机会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你一旦你年轻人无所事事，如果是找不到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就变成那种比较激进的啊，这种反叛的啊，这种走上这样的道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还想指出，就是说民主党好像还跟华尔街勾结起来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那个小农先生有没有兴趣谈一下这个事情。好，我说完了，谢谢。首先我想说，我看了你讲的你这个你设置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确实很有意思。这个您是在我的频道里看的吗？我不知道，我是这个看到手机里 YouTube 上自己跳出来的，所以我就我也看了，我来看了一眼，我没看完。我是给我自己频道打个广告。挺好，但我觉得你应该再用一两个关键词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个用哪什么样的主题词能搜索出来。哦，对不起啊，对，我那个 title 我全都是用英文的。你用英文词说一下，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讲英文的。好像是叫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Yeah, conversation。 有没有其他的更 particular 的、这个、particular？ 那我去加几个中文的关键词好了，我加一个。对，这样的话。我加一个 KGB， 然后加一个颠覆，哦、好啊，然后那个。也行，然后加一个里根时代。你问的这个华尔街倾向问题我觉得蛮复杂的，这个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在关注这个问题，就是确实华尔街的很多金融精英也是思想相当左倾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跟学校教育有关，这个社会学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就是说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在十八岁以前形成的，十八岁以前影响他们价值观的主要是三个管道，老师、家长、同伴。那么其中对左倾而言，同伴的影响大于家长影响，也就是说凡是左倾的人多半这个左倾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思想精神导师，然后呢他身边有左倾的同伴，然后为了显示他不落伍，他会积极去拥抱左倾，这是很多西方的左倾知识分子年轻时代走过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条路现在很多在校的年轻人还在继续走，那么这些金融精英究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当年在学校里面受洗脑变成现在这样子，还是说他们还有职业上的考虑，这个问题是需要琢磨的。现在我还没想清楚，没有明确的答案。好，感谢你，谢谢啊，不客气，谢谢。还有下一位。哎，小平好。小龙好。你好。那个我就是想说一下这个我的对这个Harris 的这个感受了。我有一种印象，好像他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对于犯罪是很 tough 的，好像那个三任出局啊，什么把青少年犯罪的拿到那个成人的法庭上去审了，这些好像都是他大力倡导过的，然后突然又转过来了，所以我有点疑惑，这个人会不会行左实右啊？行左实右，啊，我就讲这些，谢谢。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介绍，就是这个加州的重罪轻罪的那个修改，就是跟他有关系，是他在检察长任上改的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加州对950美元以下的这个犯罪啊变成轻罪以后，在商店什么盗窃呀、这些一般的小的小偷小摸呀、基本上警察都不管的这种情况，不知道跟他什么关系，如果有这方面情况的话，请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意见。对，好，最后一个肖晨啊，你第二轮发言，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谢谢给我这个再次机会，我今天要想讲一点我憋了一个多月的话，而且我在这里可能要因为你
大政，我想谈我身边的政治正确。如果可能要涉及到批评民进，如果民进觉得不符合你们的规矩，我欢迎先把我拉黑。我已经被拉黑过两次了。一个多月以前，在民进的节目里，其实那个不是主题，只是谈到欧洲的白左如何在这个反对川普，配合这个中共啊，以至于使得美国现在在跟欧洲的合作上面步履艰难。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还是历史的例子，就是关于德国科隆事件。那么这里呢，很多人知道，也许有人不知道，我不展开了。这个你谈过，小龙先生也谈过，我记得。不光是谈过，我要讲后面的事情。那么当时呢是被打断的，但是当时还是很客气的，只是说我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当然也没有说我造谣，说让我要去在民进的平台上啊，要尊重事实。我表示我接受，然后我去研究，去专门去引证这个事实，找了一夜时间。这个上一次陈晓东有一次节目当中我谈到这个事情，而且得到了陈晓农博士的认可，认为德国科隆这个事件我提出来没有造谣。当然这个程度是不是说的非常准确，有可能不非常准确，我同意。那么后来呢，在民进的平台上又有若干人，其中特别是有一位自称左派的人，对我多次的说造谣造谣造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提出来给一个时间，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一谈，我把德国科隆这个事件我了解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到现在不但不给我机会，而且我在那个平台上好像越来越受到攻击，以至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左派在讲到香港的问题的时候，第一天还说香港怎么怎么，第二天就讲香港那个鸡毛蒜皮的那些个小事不值得说。我当时气愤不过，只说了一句虚伪，结果就认为我这个是人身攻击，把我给拉黑了。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在那个平台上我好像都是，我觉得都抬不起头来见人的那种感觉。我感觉这就是民众，类似于民进平台上也有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陈晓东博士你怎么看，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把他竹筒倒豆子，一揽子把他倒出来。如果我政治不正确，我下次我不再上民进这个平台了。如果我的意图是第一尊重事实，第二还民进平台一个公正，第三诉求是很弱的，我个人要个清白。如果没有清白无所谓，但是前两个东西我要坚持，如果我坚持不对，我从此不再上民进平台了。请陈晓东伯父是给我一个说法。行，那我不是法官啊，也不是裁判，我只告诉你啊，这个我之所以认同你的上次节目里我听到关于科隆事件的说法呢，原因很简单，我有朋友就住在科隆火车站附近，步行十分钟不到，所以我掌握的信息是从他那儿来的，他用不着跟我撒谎掩盖，但是他也不敢在媒体上写，尤其是德国的媒体，原因是德国联邦政府下的禁令，不许德国媒体报道这方面的事儿。这关于这个禁令，曾经有人在推特上介绍，然后德国联邦政府更干了更恶心的事儿。德国联邦政府派出了联邦宪法保卫局，就是德国的相当于德国的 FBI， 推特上直接连线到美国来，警告美国这边的读者说你们不能够这样写。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德国的政治正确的表现，就是一旦政府决定要封杀什么声音，在德国很多人觉得应该尊重政府封杀声音的这种做法，没有人抵制，没有人抗议，没有人说德国的民主遭到侵蚀，这也就是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典型例证。当然现在德国政府又抵赖了，不承认了。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对德国政府一向有很多批评，尽管我跟德国渊源蛮多的，我在德国那里住了一年，以前我对德国的印象非常好，那时候我还没有感受到德国左倾的影响，但是我只是知道邀请我去的那个基金会特地把我们安排到特里友，
马克思的故居所在那座城市，德国边境上靠近比利时的那个小城去看马克思故居。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中国游客，这是1989年春天的事儿，89年1月份，他在那儿留了言，用中文写的，说老马呀，你可把咱害惨了。我是深深赞同他这句话，同时我也在想，德国到今天难道还有人热爱老马吗？结果我发现后来还真的，我当时对德国了解非常有限嘛，作为访问学者我又不懂德，我只能用英文，我发现说真的德国很多人和老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就举个例子，我曾经和德国的现在已经是议会，这个议会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党，绿党的一些成员有很多的接触，然后也和他们聊过天，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我当时问过一些他们当年德，他告诉我德国绿党的很多重要成员当年就是德国红军派的成员。红军派你们都知道，当年德国学生运动当中冒出来的一个恐怖主义团体，曾经绑架德国企业家联合协会联合会主席，把他杀了，要绑票。然后事发以后，德国这边通缉他们，逃到东德，东德政府又把他们圈起来，对他们高度不信任。有一部电影专门讲这个故事的。这批人就像现在很多人讲的，慢慢慢慢的成长起来了，然后他们现在进入了政坛，也成了德国的精英。那么我认识那位当年就是替恐怖分子绑架的时候替他们开车的司机，他也是逃到东德去的。我想说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讲这个极端左倾，不要说在德国很难清理，在美国也同样难清理，原因就是这涉及到的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走歪路的历史。没有几个人曾经或者说愿意来承认这一段。我记得我在民进电视那个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的困境陷阱与困境这系列节目里举过我和前苏联的这个驻澳大利亚大使谈过，他当时就谈，他说这不是一个是非问题，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他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老革命的爷爷父亲的脸上吐唾沫打巴掌，所以他我们赞成民主化，但是我也反对民主化。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由此就可以想到，你指望在美国喜欢政治正确的人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幡然悔悟，这可能性大吗？不大。就像在北京参加过红卫兵当年这个文革初期的暴动的，所谓暴动就是去抓老师打老师杀老师，这些人有几个人后来忏悔了？忏悔也就算有几个说两句对不起的，那也是轻飘飘的，没有人真把真话讲出来。为什么？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他们能忏悔，不会。何况在美国的今天，左派自己觉得还挺得势，有的人还觉得要我借这股风再爬一爬，他会依附这股风潮。然后政治正确在美国哪儿都有，并不只是在大学校园，我说的是在媒体，在这个文化界，那是普遍现象，不是个别个案。所以当我们遇到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很不错了。好了，今天这个小龙先生很耐心的回答了啊观众的一些问题啊，也倾听了观众的一些问题。很遗憾，我们每一次小龙先生的节目呢，我们不能让大家畅所欲言。幸好呢，陈小龙先生在今夜很震惊还有一个频道啊，他可以再讲，那是2个小时的节目啊，所以欢迎大家
去收听陈小龙先生的经验很震惊。民进编辑部这个节目呢，因为这个结构设计啊，就是一个来小时，所以我们今天要画一个句号。那么画句号以前呢，我把今天的这个陈小龙先生的主要观点给大家准备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挑选这个啊霍锦丽啊，英文叫卡马拉哈里斯啊，啊这个动作呢啊，从目前来看对大选影响胜负如何啊不知道，但是呢对美国的政治影响正确的问题呢将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啊。那么陈小龙先生还谈到，现在80%的民众呢的这个调查呢显示有这个不支持政治正确的这样一种啊支持的这个 BLM 运动。那么民主党是否能从支持正确中得到好处啊，小龙先生是表示怀疑的，他说是够呛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他说川普总统对政治正确的反对和拒绝啊，那么他的直觉啊是对的啊，这是这个啊看出来美国总统啊以后啊说不定在政治正确问题上会有交锋。那么再往下呢，小龙先生交代了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来源啊，一个是这个啊来自专制政权的渗透啊，这个政治正确的他从血缘上看呢就有问题，另外就讲到的他的这个所谓的欧洲左祸。那么欧洲左祸呢主要是指欧洲的左倾右子病和左倾优越感啊，这两个东西呢都对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的来源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从当下来看呢，这个政治正确呢是借助了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个体制呢，最后变成了政治泛滥，演化成思想专制。那么呢啊，将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呢现在就演化为一批人的啊政治和文化的专制。那么这种专制呢原来在一种是一种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就演变了一种啊政治的专制。那么这种专制呢啊贴上了进步主义的帽子啊，进步主义的帽子呢啊即将原来的很多负面的东西的表述呢变成了正面的表述。那么在他的这个帽子的带领那个笼罩之下呢，有一批啊各种诉求日益被张扬起来啊，最终呢将政治正确变成了美国的一个癌症啊。如果要清理这种政治正确的话呢，任重道远啊。这个在现实的政治中呢，这个政治正确呢将这个啊美国的政治和打倒川普啊 BLM 运动又捆绑在一起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今天啊稍微归纳的陈小龙先生啊今天节目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啊。小龙先生你还要补充吗？没有了，你都归纳到了。对，谢谢大家啊，这个希望大家啊喜欢小龙先生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啊多多的支持啊小龙先生。那么最后呢啊我要感谢啊今天这个听节目啊而且还掏钱掏银子打赏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观众啊赵子龙先生啊SYKE 李啊黄丽萍先生啊 QG 王先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遗漏啊，如果有遗漏的话对不住啊，这个你可能就没记住啊，下次我如果你提醒我我再进行补充感谢。好了，再见，谢谢导播制作，谢谢大家收看啊，我们这个祝大家愉快啊，下次节目再会。